才能够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玩用心时段，今麦倒转来第二段，又完跟咱杨尚民老师，咱共同过来探讨讲哦，这个啊，因这个柯妈妈伊在讲啊，讲伊的后生，我你赖上学历阁悬阁安怎？啊，别人若要去甲伊讲话啊，同款选市长的人要去甲伊讲话，啊，着爱亲金亲娘，发金娘有够重无？啊，搭去啊。去啊，甲伊讲。啊，咱即下咱来看讲哦，伊这个国民党伊赖上的所在啦。伊伫个这个台湾，伊唔着讲伊是台大病院的迄落重症病房的主任啦，重症病房的迄、那个主任啦。啊，伊嘛有这个安排讲迄落器官吼、迄落移植。啊，迄边出代志，伊哪会来我的电台呢？就是伊迄边吼。出代志，就是讲，迄有诶，迄个有五个，迄个接到迄个器官移植诶，迄个人吼，讲，迄个人有迄个艾滋病的代言者，啊，结果伊就结果煞五个人去分到迄，啊，迄健保吼，就爱付出相当诶代价，讲，迄五个人吼，一世人拢健保拢爱甲伊免费甲伊治疗安尼吼，啊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啦，啊，但是伊迄阵来我遮讲诶时阵吼。伊讲哦，迄毋是伊做诶，安怎讲毋是伊做？伊讲哦，迄方案企划是伊写诶，毋是伊来迄落指挥哦，要做安怎安怎？所以讲，迄个毋对吼，甲伊无关系。但是伊讲伊是迄个医疗团队诶领导人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伊有迄个道德责任，讲甲伊担起来安尼。伊是甲我讲，伊是安尼哦。哦，我著对伊讲哇。足尊重的讲，啊，这个人，迄落人心意，人心人数安尼，遮尔啊，迄落对部下阁遐尔啊照顾安尼，啊，结果到即马尾啊呢，哦，最近的迄落消息啦，好啦，咱来讲最近的消息啦，因为讲伊甲我讲哦，伊是甲我讲讲叶克膜是伊发明的哦，哦。哈应该不是吧？哎呀，伊甲讲伊迄叶克膜呐，伊发明的那买买好名号做国文的。嘿，那买个科，那会讲叶克膜，那会讲买科诶。科克膜。吼，嘿呀，嘿，好安尼，啊，咱来讲伊甲叶克膜的迄落关系安尼。嗯。我听伊讲了哈。嗯。伫网络顶面，还是电视顶面吼，还是迄个科特曼，我听安尼讲啦，是听伊讲，郭文德伊是袂晓手术啦，伊毋捌手术啦，哦，但是是真的是假的，这我毋知啊，哦，但是有听伊安尼讲，但是伊甲讲伊是伫迄落加护病房的重症病房内底，伊是医疗的迄落。维护的迄落，啊！你维护甲亲身手术阁无办法，哦，差一段距离。所以你到底柯文哲，你是会晓手术还是袂晓手术？啊！你手术的患者到底是有几个人？你嘛讲出来看卖啊咧！啊，无人来怀疑讲你袂晓手术，哦啊！那是讲袂晓手术，啊！你咧发病叶克膜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哦，你一定爱会晓手术，啊，经过手术的经验累积，你说不定叶克膜是你发明的，反正要讲会通啦。哦，啊，那是讲叶克膜，那是你发明的，都爱讲那个柯克膜才对啊，那是讲叶克膜。哦，所以为这个名称的落点来讲，就知影讲你分家规会晓啦。哦，啊。听伊讲，你叶克膜去大陆，吼、哦、去推销，你是台湾生产的叶克膜啊，推销去大陆，啊，推销去大陆的时阵，就有大陆的人，吼、哦，遐官员接受你的方案，啊，去大陆做试验，哦，啊，试验的时阵呢，变成做讲，伫大陆的人，因为迄个无虾米。当前的死人来，互你做叶克膜试验，变作讲因着用过
就讲瓦体瓦人瓦人来解挂。啊，事实是毋是安尼呢？就数字上来讲，应该是无毋对啦。因为那是讲迄个接受叶克膜移植的人呢，是数字加迄个叫做监狱枪杀的死刑犯呢，迄个数字是无成比例。哦，敢若咱台湾今年啊，尔敢若咱台湾都有四万几个人过去中国迄边接受着、接受着迄个器官的迄落移植啊，无论是肺啊、是肝啊、是腰子啊、是啥安尼哦，都是有四万几个人过去中国换器官就对啊。啊，因呢，因十四亿内底遐个病人呢，你可能就走去大陆，走去足济撮个。总共十九座，十九座啊！你接受这人的迄个移植，你根本唔知影讲内底拢是有一挂活体的器官移植。我相信你是知影啦。哦，啊！你即马这个活体器官移植啊，去帮助大陆做活体器官移植，可能是大陆就这个做手段。哦，甲你扭到迄个牛头，啊，所以你变作讲，大行爱去听大陆的，佮刷来滴接受大陆叶克膜内底的一种好处，哦，你推销去大陆，啊，你在中间有得到好处，啊，所以你有得到好处，佮有你的牛头去用拉咧，哦，啊，你变作讲，本来你是讲你是茉莉的蜜蜜的，啊，你这样变作深红的。为世界大会哈，世文大会来看，都明明讲你是接受着大陆的控制，唔只有法度伫大陆世界大会世文大会的时阵呢，受着大陆官员一种指挥啊，来做一种迄个控制，将台湾的旗啊，台湾旗啊，拢个落来粪扫桶去。哦，你若无接受大陆的控制，这款代事是做袂出来的。所以讲哦，伊讲伊自称讲哦，伊伫个大陆，伊讲所有的医生，这可能有影啦，因为伊是去啊算迄落叶克膜的迄落开拓者嘛。伊讲所有的医生哦，会晓用叶克膜，拢是伊教出来。伊伫个中国迄边，人是甲伊称讲哦，叶克膜之父啦。好，叶克膜之父安尼啦。哦，阿姨安尼，伫个遮甲讲的时阵啊，私下甲讲的时阵，哇，伊足有迄个成就感安尼，讲甲安尼，目睭甘要喷血出来讲哦。伊个甲讲呢，伊讲刘姐，伊迄阵想讲要出来选举啦。啊，伊就讲哦，哎，刘姐，你看我敢通啊选举哈，看会调无？我敢通，我讲足侪医生哦。专行，讲迄落政治的事业是良心的事业，讲医生是医病人尔，啊那政治呢是医全体的全人类的。我讲啊，你爱家己去瞧啊，吼，那嘛足侪医生专做讲，干那迄落单机麦都一个例嘛，伊嘛做医生，吼，啊去做迄落都做甲真成功嘛，还佫有啦，我无伊，我就讲我你家己落去找啊，就知影安尼啦。伊讲哦，我就讲啊，毋过你即马你这个官司，迄阵来当在受迄个监察院的迄个调查，啊，搁来迄个去迄个毋知是调查局还是啥吼，去啊问几啊点钟久出来，目屎流目屎膏有无？迄天我嘛是去家翕，我讲伊讲哦，伊甲讲刘姐，我毋是讲惊讲吼会去往关啦，伊讲你放心啦，国民党唔敢关伊啦，民进党嘛唔敢关伊啦，含共产党嘛唔敢关啦。我讲安怎讲啦吼？伊讲哦，迄落因遐个迄落特权的遐个权贵哦，所有有病的人哦，换器官的人哦，拢经过我这关啦。啊，伊若转来了后吼，伊的迄落诶，迄个
器官甲骨器官甲心器官是毋是会连做伙啊？有排斥感无安怎？都需要迄个保养吼，拢需要伊啦。啊，无你敢会讲因若甲关起来，啊，伊伫家吼病房底要紧啊，伊敢会讲吼，佮派一个直升机去家楼，甲再转来治疗伊，因袂做遐戆个代志。我是干呐讲我的迄落啊心情，甲我的迄落啊面子上吼，互伊安尼用法律安尼伫遐底甲凌迟吼，我足唔甘愿嘞，爱搁翻头搁甲问哦。刘姐刘姐，你看哦，你是基督教徒，我才甲你请教。啊，我甲上帝手头啦，抢人转来啦。安尼，我是毋是做唔对伊安尼？我讲这哦，我毋是上帝，我袂当代替上帝甲你回答一句话。哦，讲是毋是做唔对伊安尼？所以讲，伊这个人哦，我知影伊真敖讲，一甲你。交往尔，看咱爽爽啊！伊就哦，敢甲你搭讲话。啊，你看伊面对迄个镜头的时，讲话迄个目睭安尼。我就感觉讲，你这有影受过这个红色的洗礼，转来才会安尼。感觉上，我感觉上啦，唔是台湾人的迄个直来直去、足直接的迄款的，唔是安尼。伊郭文德这个人，迄个。算加送盘，吼、哦，加盘啊啦，吼、哦，加外省话讲吼，扮猪出老虎啦，装憨，吼、哦，伊是加送盘，唔是真送盘、嗯，啊，讲是这个是利益主义的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食西瓜挖大饼、嗯，所以伊去大陆。哦，会接受大陆的好处，这嘛是利益主义的做法。嗯，啊，来台湾，伊讲连胜文迄个政治单就是正港的。我咧想，你挂问题，你都人咧讲你袂晓手术，啊，连胜文去用穿单着，你敢有亲身甲伊手术？哦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讲伊是？你证明迄个是穿拍的。所以呢？为这点来看，就知影讲，你是食死鬼挖大饼的利益主义的人，啊，来做市长，啊，借用白色的学生的组织，吼、哦，啊，照讲啦，中华民国的迄、那个运啦，迄、那个运气，伊是惊白色的，啊，惊白色的，才有法度演到中华民国。啊！你用着照白色的力，这是一种时运，唔是你挂文得真牛。你即马说咧，那是讲，即个照红色，红色来变。对，嘿，即马你做变做红色的时阵咧，就是讲红色是咧保护、补助迄个黄色的，啊，黄色的中华民国是黄色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黄色的。所以你是种福气无福着的，哦，啊，伊福气是归我大病的人，啊，真正的吼，那选举我也唔敢讲，这个年底这届你选袂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届民进党做独政，啊，民进党就徛伫。人民的对立面，啊！伊讲要司法转型正义，啊，笑话一场。啊！伊讲迄个什么？什么？年金改革要安怎改，互大家拢迄落时阵，啊！你着安尼独家安尼吼，互人感觉讲，真侪人感觉讲，伊无爽快就对啦吼。你做迄个代志，迄阵初初做的时阵，啊，变总统有出来讲一寡话，伊嘛无解听了，所以讲伊叮叮卡塔，伊咧做的就是延续迄个马英九，伊唔敢做的，你嘛家压起来做人哦。啊，再讲伊一个起来了后，什么迄落同志结婚的啦，同性婚姻，伊也要紧在改迄落啦，一休一立也要紧在改迄落，迄就是你着做就好，迄着唔免安尼，着爱惊上街头安尼压安尼，结果你安尼。
吵吵闹闹安尼，啊做到即卖呢？即卖你有做出啥物讲？台湾人、台湾人民寄托你的，甲你掌声已经予你啊，讲你要司法要转型正义，要讨东山要安怎？啊结果呢？东山讨甲差一仔欠人诶。无鸟无家令啦，嘿啊嘿啊，当人咧讲讲无鸟无家令啦，嘿啊嘿啊，所以即届郭文德的选举呢，因为民进党的暴政，影响着郭文德的选举，或者是影响着全省即个候选人的当选，所以真可能吼，即届的选举，今日又扣两啊，对，就是讲迄、那个。甲国民党同款，哦，国民党是做了真歹，所以民进党捡到好处。啊，即届民进党是用暴政，啊，所以以外包括郭文德啦，包括啥物啥物高雄遐以外北管区的候选人呢，拢因为安尼捡到扳机。但是我是无希望讲国民党会赢，也毋过世面上来看，国民党真正赢。是讲啊。咱是讲，这就是爱咱台湾人民的这个智慧啦，哈。因为咱知影讲，伊咧伊讲两岸一家亲，哈，床头拍床尾和。我咧想讲，我咧哆来咪咧，两岸一家亲，啊你人伊飞弹伫啊安尼，伫啊咧甲你轰，啊船啊伫你个台湾安尼伫啊咧甲你射，啊飞行机伫你个台湾的天顶来甲你飞，啊全世界来甲你轰杀，啊佫叫人爱改名，改做中国台北，中国台湾，啊迄落蔡英文去美国个时阵，去啉一杯咖啡，你都要共店要共处置安尼，安尼叫做两岸一家亲，你对伊个两岸一家亲是？一家仇，两岸一家仇，还是真实的讲两岸一家亲？伊的感受是安怎呢？这个两岸一家亲哦，爱分两部分来讲，一部分是政府对政府，是一部分是百姓对百姓，那是对百姓的交流嘞。对，两岸一家亲，这就本来就是安尼。是，按你是政府对政府呢？台湾的政府跟大陆的政府是敌对的，是属于敌人的，这个就不应该讲两岸一家亲啦。所以我用上面的看法啦，哈，感觉讲台湾吼爱反击，战争是要为着和平来战争的。啊，你即马予伊变甲讲无法度时阵呢，台湾必须要反击，啊，反击大陆来。引起世界大战，啊，若是讲台湾的反击的时阵，唔是干那讲台湾的反击尔，会引起到日本、美国、菲律宾拢出手来帮忙，安尼就引起世界大战。啊，若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你中国大陆强飞啊呢，你一定是妥，到尾啊呢，中国大陆的版图，规个拢予世界的各国甲你分割去。是啊，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伊来霸凌啦吼，用即卖新的这个语言讲吼，伊来霸凌台湾吼，吼食着甜啊，啊台湾都细粒子音，无在调音，吼随在伊去甲咱处置，结果伊食着甜了后，伊也对美国啊安尼吼，即卖伊就这个专门偷摕美国的物件，啊佫无亦无平等，人美国干呐讲要要求要平等尔，你都。哦，买叫就伫遐咧涨落，啊，人迄落美国要选举，你就去共刊报纸哦，在讲卖互川普会当当选，你就搁去干政，你搁干人的内政安尼，啊，搁派出你的迄落学生干爹啦，啥物干爹啦，啊，搁利用迄个空姐、迄个空姐啊、迄个空姐啊，安尼伫遐咧做迄落训练干爹，伫遐咧私下伫遐咧做一寡迄落作乱安尼，啊，搁派出一寡迄落不入流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什么留学生啦、职业学生，安尼来吵闹安尼哦，所以讲哦，即马人美国吼、对伊哦，有影情不自外累啦，吼啊，所以讲伊若讲哦，想要爱挡步者，像是讲迄天哦，前两日啦尔，美国驶一个船，啊，伊就安尼甲伊相差四十公尺尔，伊就要共加，迄是讲美国有吞忍闪一步，啊，若无吞忍的是加落去试看卖啊咧，安尼，伊就是讲要利用讲美国选举、台湾选举吼。啊，伊会当
看趁虚而入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，啊，咱要甲伊一家一家亲哦，到底是一家亲还是一家仇安尼？应该是吼，伊中国的主张就是讲一中的原则，无论安那安那讲，无论安那安那一安那亲，伊就是爱你承认伊中国啊，来挖苦伊中国，和中国来甲你侵略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一中的原则。啊，这个中国一中的原则，你蔡英文无应该讲要维持现状，你维持现状，甲一中的原则。对，不谋而合。对，迄个语言无同款，但是实际是同款。所以我用上文是主张讲吼，爱主动打击，吼，打击倒转去，吼，爱大家打击倒转去，看要咱家，叫做进兵家进攻，或者是要用飞弹家进攻，咱应该爱主动。看是要文的，还是要武的啦？对，应该。因为即卖迄个，佮用迄个身份证，吼，较早。带包证尔，搁还好咧。啊，即卖用晶片落去了后，你看身份证搁互用去，意思讲有甲当作因的国民安尼，伫遐底。啊，但是咱台湾人一寡都无迄落国家意识，台湾人一路行来几百年来拢无迄落国家意识，想讲啥物人统治拢共款，哎，有做只有通食咧。啊，就迄款的，迄结果身份证啊，迄落身份啊，拢去互伊订去，互买去啊。完全无人会发刀呢，咱遮没有迄落德国刀菜刀嘛，无去，无卖讲德国刀菜刀，甲伊去屈袂赢伊，含德国刀菜刀，你着平端去找来。这个吼，台湾人一种传统的思想，就是讲到迄个时就压迄个机，就是你无家己本身的原则，无家己主张，啥物人来管你，就啥物压啥物人的机。所以台湾人有一种。传统的思想，到迄个时也迄、那个机，这个是真歹的思想。是啊，真歹的这个特质啦，这个传统的迄个特质足唔好的啦。咱即马互老师休困一下，咱等下咱明仔再倒转来第三段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，会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。